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繁。敬陶渊明独爱菊，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。予独爱莲，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这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名篇《爱莲说》当中的一段文字，语意简洁，韵意深远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将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，坚守着一朵莲花开放的姿态。而从周敦颐的这篇美文开始，这种植物不再只是采莲少女们的装饰，或者荷塘里隐约的风景，它也成为了深深庭院里迎风舒展的气节，文人墨客水榭楼台当中时隐时现的品格。农历六月的西湖，莲花已然绽放，而我们也仿佛能闻到那清幽的芳香。在汉语的传统里，莲花和荷花指的是同一种植物，它们有着一种永恒的姿态，一半在淤泥里安稳，一半在水面上轻盈。而那首出自汉乐府的民歌，可能是采莲诗的鼻祖。后人以为此诗不写花而只写叶，以为叶尚且可爱，花更不待言。其实这样的民歌本就淳朴，也充满了江南人那绵软的韵调，更有着采莲时节那千年不变的欢乐场面。而同样是乐府民歌，西洲曲却把莲花定义为爱情的信物。莲谐音莲爱之莲，莲子即莲子。当夏日的熏风吹过湖面，船桨荡起阵阵涟漪，少女的情怀也在无边的生长。西陵桥畔有苏小小木，游客们喜欢来这里凭吊这位如真似幻的女子。那是南朝岁月，苏小小青春灿烂，如莲花一样绽放在季节的轮回里。她结识了一位贫穷的书生，就此沉浸在莲子的热情中。苏小小出钱资助书生去考取功名，少年走后，寂静的莲花，一湖的风光，就映衬着苏小小鲜活的青春，浅浅的褪色。待书生功成名就归来之时，苏小小已经香消玉殒了。她生前的愿望就是生在西陵，死在西陵，葬在西陵，不负一生爱好山水。书生便把她的墓安在了西陵之畔，并在墓前立碑曰：“钱塘苏小小之墓。”故事或许乌有，但人们从故事里解读出的情感却未必子虚。小小木畔的荷花曾经见证了他炽热的爱情，如今又向着游人无声地诉说那六朝的金粉当年的故事。南宋初年的一个夏天，江西汲水人杨万里在杭州净慈寺的佛堂中喝到了一杯清茶。南屏山下凉风习习，送来一阵淡淡的荷香。杨万里，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，27岁得中进士，
却因为力主抗金，一生仕途坎坷，即便是在临安城任职期间，刚直不阿的杨万里也随时准备丢官罢职，因此还预先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，又告诫家人不许随意添置家具，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。并不是临安的风物留不住赤子的心肠，也不是西湖的烟云勾不住行去的马蹄，只是那满朝的繁华富贵容不下他一腔的殷殷热血。不过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杨万里，不是朝堂上那个慷慨激昂的官吏，而是净慈寺的清晨那位即将与挚友分别的诗人。钟声响了起来，僧人们开始诵佛念经，酷暑难当的六月天，官居直阁秘书的好友林子方即将前往福建任职，而临安府依然是一片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景象。杨万里推开禅房的木扉，看见了西湖的夏天。古今送别之诗，或哀婉缠绵，或洒脱狂放，而杨万里写给林子方的诗句中并不提及离别，似乎也没有半点的不舍。初得西湖月上残，荷花荡里柳行间，红香世界清凉国，行了南山却北山。对于这首诗，恐怕许多人都觉得陌生，但是紧接着的第二首，许多八九岁的孩童也可以朗朗上口的吟诵。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这就是杨万里的两首诗，都题为小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。那样一个晓风残月的夏日清晨，仕途羁旅中的两个人在历史际遇中相逢，又在滚滚红尘中分别。若干年前，刘永就吟唱过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湖风貌，引得金主完颜亮有了立马无山第一峰的野心。到了杨万里笔下，透过那绿盖红衣的荷花世界，西湖的夏日风情显得质朴自然，却不失大气。一叶扁舟，三五知己，西湖的烟水之间处处有佳句。杨万里的诗后来自成一家，被称作城斋体，但其实他的一生都在忧愤中度过，晚年被罢官后居家十五载，郁郁而终。在偏安江南的岁月里，杨万里那些慷慨抒怀的诗作今天已不能得见，流传于世的只有那些清雅甜美的荷花诗。虽然梅兰竹菊四君子里没有莲花的身影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花中君子的姿态。一湖的花朵寂寂地开放在这个季节，不向岸边舒展，不往栏杆倚靠，它笔直地生长，雍容地绽放，而不管游人对它有何种的喜好，也只能是远远的观赏，或是用手中的相机来定格它们绰约的风姿。而当盛夏过去，花瓣渐渐脱落，便露出了一只只碧绿的莲蓬。赏未谢之花，吃鲜嫩的莲子，品一杯莲心茶，这恐怕是夏季里最为风雅的一桩事了。味觉和嗅觉两者交融，那淡淡的荷香伴随着莲子的清苦，去除了夏日的浮躁，
也换来了半日的清闲。在水网交织的江南水乡，处处可以是荷塘，处处可以见莲花。清晨，江南的少女们穿梭在翠叶与红荷之间，采摘着新鲜的莲蓬。等到朝阳升起，干了荷叶上的露珠，大街小巷里家家户户的灶头间便有了新鲜的莲子，清香阵阵。西子湖的荷花用于点缀湖山，好似大家闺秀眉眼间的雅致，而长在山村里的荷花以农作物的本真面貌出现，就好比村野少女的朴实奔放。建德大慈岩镇李叶村十里荷塘一望无际，明朝时一位当地的女诗人吴氏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：绿叶丛中半露娇，峨眉尚未欠人苗，纤纤细手提红瓣，荡桨低头过小桥。李叶村种植莲子已有近千年的历史，早在乾隆年间，李叶白莲就被钦定为皇家贡品。那莲花开放的时节，村中也洋溢着李叶莲农们收获的喜悦。千余亩荷塘盛景自不必说，李叶村的人们还会用刚刚采摘的新鲜莲子做上一席地道的荷花宴。莲子味甘，性微凉，通气血，安心神，可以煮粥做汤，也可以用作炒菜的主料，还有荷叶、莲藕，甚至是荷花都能入菜。夏天的风景就这样化作美味的佳肴，成就了一番特别的味道。那蒲莲浩如海，时见舟一叶的景象，自有它的野趣盎然。但荷花造景在园林艺术中所显现出来的美，也有着它的动人之处。西湖的曲院风荷又是一个南宋的故事。那时间此地有金沙涧，更有一座曲院借金沙涧之水酿造官酒，其地恰好多荷花，于是就有了曲院和风之称。可见杭州真正是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地方，就连个酿酒作坊也要沾染几分风雅。皇城中帝王将相们觥筹交错，杯中的佳酿也许还透着荷香。南宋画院有题名西湖十景的山水画，曲院和风就位列其中。花时香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绿盖红衣，照灼红日。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文字记载，你只能想象曾有这样一个酒甜荷花香的地方。后来的日子里，西湖沙涨，曲院被淹没了。重又看见一池荷花，已然是几百年之后。清朝的康熙皇帝南巡，浙江总督李卫按图索景，在月湖种植荷花，岸边也修筑了亭台楼阁，河池之中更有水道相连，一路行来仿佛置身于花丛中。康熙皇帝看罢美景，挥笔写就了曲院风荷四个字，再不是百余年前那一处景致了。物换星移，没有了酒香，荷花的风姿却一如当年。
荷花、莲叶，真正的风情总是在江南。于是花开一季，就又有一段新的故事。在炎炎夏日里，这优雅的花朵极尽了绚丽之后所留给诗人的，仿佛依旧是一身清苦的味道。不管是象征着清雅静穆的品格，还是代表着纯洁无瑕的爱情，不管是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自然，还是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萧索落寞，这花儿始终是静静地开放着，等待着游人各自的解读。也不管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怎样的韵味，它始终都是夏天的味道，也是这湖上六月天里最美的风景。好，谢谢您收看这一次的人文深呼吸，我是李涵，我们再见。